我一直说换他们三个行不行？没捅穿不算数啊！把手留下，就当没事了。今年就别出来选了。不选我，那选谁啊？你们全都支持花锦是吧？我就偏不信我出来选我会输。准当家就是不一样啊，单刀不会。这个位置我坐定了。至于你选不选，今天由命吧。那如果你是这个态度的话，开打喽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没理由不给你面子的。别笑了，你退出。怎么样，戴不硕给你收尸了？是我错的，你认了就行。今天我可以坐上这个位置，原告公司上上下下每个人的支持，我一定会让所有的兄弟要面子有面子，要钱有钱。好！你杀同门兄弟啊？有什么资格当老大？就那么几个人，还想报仇啊？现在这里全都是我的人，我灭了他们都行啊！好！